真欢喜，今日大家敢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今日除了是安休日，还佫有咱知影咱等下要做啥物无？对，咱等下要举行福音大会。啊，今日咱伫福音大会进前，还袂开始进前，咱要先来唱诗学老师。所以等下我要教大家唱一首诗。好，等下我要教大家唱一首诗。啊，这首诗呢，伫这个投影幕头顶有写吼。这首诗叫做《真正好》，会晓唱，咱会使做伙唱哦。这首诗叫做真正好。还有即马来问一个问题，有啥物？即个真正好是啥物？真正好，想知影？啥物？即这首诗来，看咱唱。啥物真正好？有人知影啥物真正好？有无？信耶稣真正好，我听到啊。对，信耶稣真正好。啊，咱大家感觉信耶稣有好无？有啊。有吼，信耶稣最好个哦。啊，有啥物信耶稣最好个？啊，等下咱福音大会，咱会使听有美好见证，啊，佮咱会使来驾着咱今日这场福音大会来感受，有啥物信耶稣真正好？好，咱即摆来一句一句哦，即首诗哦吼。来，咱第一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好，是这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咱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唱好。来这句，好，一二三，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好，过来，真正好。拜四、拜五、拜六，整个礼拜。来，咱。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整个礼拜。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好，咱这句来唱一遍哦，吼。拜一、拜二、拜三，来，一、二、三。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对，上第一句真正好，唱到这个整这句来结束好，来，真正好，来唱这首歌。
我即摆呢，想要来问咱各位兄弟姊妹，有啥物你会感觉信耶稣真正好？然后我去，我来抽问的好了，我来访问一下，有啥物信耶稣真正好？咱先自愿的，有人要讲无？有人自愿要讲有啥物？你感觉信耶稣真好无？有无？这首诗内面有甲咱讲，主耶稣安怎，甲咱的烦恼摕去。啊，伫圣经内面讲，主耶稣会为咱担咱的重担，所以咱来信耶稣，就会使将咱的烦恼交主耶稣。所以咱会当真快乐，因为咱会当将咱的烦恼摕啊主耶稣，因来帮咱，主耶稣会帮咱担咱的困苦。所以这是信耶稣一个真好的一个恩典。所以咱若要体会这款的恩典，咱就爱来信耶稣。好，咱即马咱过来将这首诗来个唱一遍。我们从前奏。
要开始进行，咱就用这首诗来做伙来俄罗斯。啊，咱希望咱等下伫福音大会时阵，咱拢会当好接着。咱今日这首诗咱会当体会讲，伊内面要带予咱的体会是啥物？好，啊，我的体会就是讲，主要所真正是当为咱担咱的烦恼，为咱担咱的困惑。好，因为圣经讲啊，既然劳苦担担，但咱到主面前来，伊会为咱担咱的担担。好，咱伫福音大会开始进行，咱就用这首诗来咱来分享。啊，咱即摆就要福音大会，等下就要开始。好，咱要结束以前，咱先做伙同心祈祷，同心默祷。阿门。
妹，咱即卖用敬虔安静的心作为案头，第八大家先念到。奉主耶稣圣名祈祷，至高至大、至爱天父耶稣基督，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愿世间人救主耶稣基督，愿在这感谢，要来祈祷你，主啊，愿今日愿相信，真济无同同胞，才着确保真理，追求寻求你的心。今日日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测明人生的道理，要我了解人生的生命意义。主啊，若是阮的周围，阮真侪无着朋友，无着同胞，还无认捌你，关乎阮众人生命大好的信息，救人福音。主啊，阮今日。活在这个世间，阮时常有痛苦、有病痛，心灵上、肉体上会软弱。但是你嘛应允阮，只要劳苦担担担的人，愿意甲主你的面前，恁一定要还得到安息，你一定要还得到福气。有这样所祈祷，你圣灵运行，与你的国民同在。我们的国民今天可以得到口才，得到力量，可以将你的恩典注意的道理清清楚楚来证明出来，恳求主的恩惠，你的怜悯和修改每一个兄弟姐妹和父母朋友，求主所你的施恩怜悯垂听我的祈祷，愿一切荣耀上赞，为主你的圣尊名。愿安尼虔诚向你祈祷。愿一切荣耀为主你的圣名。愿平安喜乐为阮在座兄弟姐妹、各家各族朋友。哈利路亚，阿门。无比感谢，咱这边真欢喜，咱邀请到恁手内姊妹。来，交咱大家分享伫主内体会到的稳定。来，即摆要请恁姊妹，来甲大家做分享。哈利路亚，传道，即时兄弟姊妹，大家好，奉主耶稣圣名，要分享祝福小妹稳定。伫七月二十三日，是阮江滨小区。的福音大会，阮阿嬷就带着无多食，到阮遐的新港教会去参加福音的大会。中午食完爱餐了后，回来到厝休困，再无多食回去。啊，伫这个中间，阮食煞回去，啊，这个。三点外，小妹感觉人不舒服，啊，就敲电话给我的侄孙，啊，看因家有迄个温度计无，啊，若是有，就摕过来给我，看量我有发烧无，一量温度38.9度，小妹叫我的侄孙搁倒转去。看因家敢有退烧的药啊？若是有，摕来予阿嬷食。孙女就马上搁倒转去，退烧的药啊，来予小妹食。发烧退了，到6点外，因为迄天我的先生倒来了后，我伫休困，伊去查伊，搁去夜陪。啊，到6点外，伊倒来。我的先生胃馋转来，伊就甲小妹讲：“啊，你为啥物无煮饭呢？”啊，小妹就讲：“啊，我人不舒服啊。”啊，我的先生伊就先去洗浴区，洗完啊，伊就去煮饭。
煮好就叫小妹起来吃饭，吃完，啊，我后晡足早就去休困，因为知影迄天规天出去足忝的，啊，伊过去夜肥转来吼，啊，阮两个足早就去休困，啊，小妹人嘛不舒服吼，到到十一点外，我感觉真寒，寒到吼，我过去穿大袖来穿，啊嘛拢无法度发烧。因为我唔敢甲我的先生叫，因为我惊伊讲吼伤忝，啊，所以一直忍忍忍到十二点，我才叫我的先生起来。啊，我讲我真艰苦，啊，先生就去摕温柱子来加热，一量39度九，啊，阮就祈祷完，啊，就马上开车去挂急诊。到四点外，我的发烧就退了。在7月24日，我就一直反复的发烧，啊，就吃退烧药啊。25日，啊，我就去江滨的秀团，在阮江滨秀团的病院。27日，迄暗我就住去嘉禾病房。这个中间，我的细胞感染一直恶化，拢无好。29日的暗时，我就插管急救。医生讲，该用的药啊，拢用尽啊，因已经无法度啊，所以我厝内的人听到这，嘛唔知要安怎，只有靠祈祷。因为咱的主要所是全能的医生，但是迄阵小妹拢唔知影。我还未插讲以前，我已交代我的后事。我讲我若准做安怎，唔通甲插讲，嘛唔好甲急救。但是因哦，都是唔甘放弃。只有小妹这个医生一直讲的时阵，伊讲甲我的家属讲，讲。只有靠我家己的意志力，才有法度撑过去啦吼。啊，我先生甲我的囡仔见状况无好，啊，着急赶紧，请我伫一个江滨，伫阮江基伫上班的孙媳妇吼，啊，着帮忙联络江基的病院的医生。啊！紧急办出院，江滨小区上边江滨的病院吼，有讲若要转院吼，这个中间对我真危险，因为无法度伫江滨要刷到江华的基督教病院，有迄个风险，但是恁爱家承担啦。啊，厝内的人就讲，啊，阮有主耶稣做我靠，吼、哦，伊就甲迄个医生讲，因阮有主耶稣做我靠，啊，所以伫迄暗拄啊好嘛，有一个风台要入来，暗时的12点就转院进入江基的嘉禾病房，伫30到31日，我就一直唔知影人。这个地时阵，我听到阮孙媳妇讲，同款的人病啊，肺炎的有3个人同迄暗进入这个嘉禾病房。啊，进入嘉禾病房这3个中间，拢是这个肺炎的，一个讲17岁，一个讲超唔系50几啊，60几。爱呢，我的年纪算上大的，但你讲两个人急救都拢无效啊，伊都走啊，啊，剩我一个还在治疗。到8月初，啊，我就醒过来，啊，小妹目睭拢白袂金，差不多伫嘉禾病房到出院有10几天吼，啊，小妹目睭拢拍袂开。啊，有听到医护人员对我足歹，
啊，本来小妹都足生气的，我都艰苦啊咯，啊你若遐无爱心，佫对我遐歹，这是我迄阵啊的感觉啊吼。后来我就想着讲，我是基督徒，我咪会用以恶报恶啊。咱的圣经有讲吼，罗马书十二章二一节的后壁段讲，咱的以善胜恶。我就想着主耶稣有怜悯的心，咱嘛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就出现伫马太福音，咱心内爱柔和谦卑，爱学主耶稣的样式，哎，咱就得晓安尼。这是迄阵我头一摆醒来的时阵，迄个感觉。伫段的中间，搁有一挂医护人员，伊嘛足辛苦的，拢伫救人。小妹感觉就讲，伊嘛拢伫救人，但是因扫到吼有够严重。以我个人，虽然我袂喘气，啊，毋过我意识是清楚的。啊，看因扫几暗吼，我的感觉就敢若因扫到迄个肠仔敢若要吐出来，迄种感觉啦。啊，毋过我就想着讲，体会到迄人民的心啊，将心比心啊。人讲吼，我嘛是伫艰苦啊，啊因嘛是伫救人啊，啊但是因少安尼，啊佫照常来上班，吼啊照顾遮病人，啊小妹着祈祷哦，求神怜悯，互因毋通一直少落去。我嘛要为我家己爱祈祷啊，吼啊嘛要为遐医护人员祈祷，啊为要互因有爱人的心吼。在这个重症内底吼，我以我个人的体会，咱若无拄到的人唔知。我这回伫重症迄内底，我醒来了后，听阮遐囝媳妇伫甲我讲吼，我以为讲足济人诶，竟然唔是，我是孤经诶。孤经吼，我逐工拢听到迄、那个，伊咱圣经像咧战车马兵啊。安尼平平平平在救人，出出入入的人，拢是为着性命。啊，医护人员会晓讲像伫拍火安尼吼，逐天我都听到遐人安尼平平平平，啊嘛，互小妹学习真多吼。我咧想着讲，咱有信耶稣的人，甲无信耶稣的人，无信耶稣平平救人吼，伊拢往着遐去。啊！咱信耶稣的人有神的形象，就算咱去用交谈方法，咱嘛爱用爱心去共关心哦。这是我这回带伊的足大的一个体验哦。哎呀，医护人员有好的，嘛有歹的，嘛有足凶恶的哦吼。啊，嘛有亲像迄个绵羊哦。我讲到这只绵羊，我就足甘心的，因为小妹本来严重的时阵，因为拢靠机器伫呼吸。但是以我个人的体会是，感觉是找这个绵羊来予我得安慰，因为我伫内底所看的拢是一挂医护人员情绪的关系，所以对病人拢无介好。啊，这个医护人员吼，实在嘛，值得我学习啦。伊虽然无信耶稣，啊嘛得学我学习。因为一般人咱的想法是讲，咱无食无白足正常。但是伊一个医护人员来看，知影讲咱要无白嘛无好，所以伫这个中间，伊就遐先生建议讲吼，我几啊天无白。但是吼、哦，叫医生就开一粒塞剂予我，伊就挂来耳旁边甲我讲，伊讲，这大姐，你吼、哦、几日讲无排吼，啊我叫医生过来，啊等下你若改塞剂塞落去的时阵，你会不舒服，不倒会疼会叫夹，啊你就有尽量啦，要排你做你排，吼、哦、你唔免歹势。伊就安尼甲我讲，啊，我就真是伊讲的话就实现啦。所以伊讲甲我过一天，过一天这个中间，真的我学习足大个，就是讲，
伊安尼无怨无悔，规工啊，我的印象之中，虽然我未讲话，但是吼、哦，我会记迄工超十几遍，一工吼安尼斗日啊话，伊无埋怨半项，嘛无生气，佫会甲我安慰。我感觉，予我真大个鼓励，啊嘛，予我得到真大个安慰。若无伊来予我一个安慰，我亲像伫个地沟内底吼，我听到个拢是负面个，甚至有可能因为护士三班制，啊到底轮流，啊因个内底足古怪个护士吼，有一个护士分一两层。啊，假使你若是讲吼，迄、那个毋是伊管的，你就算足艰苦，安尼甲叫，伊就是无爱插你。因迄阵仔我伫重症，我毋知是了后，我出来交病房，我才了解这個情形。你像我伫喙焦，因为我迄阵仔插讲袂讲话，但是喙拢是肿的，拢是破的。你想要啉茶？护士足无用的，你甲叫，嘴甲印好，等一点钟还阁啉无，所以迄种痛苦吼，真正亲像伫个地牢，一般人无拄着的人毋知，所以，阁听到护士三班制，拢讲我的病足严重的，拢讲吼我爱试，那白讲了后，我爱阁试车，啊若无就爱阁插讲倒转去。哦，我若听到遮个吼，啊，我虽然吵讲袂讲哦，我心哦，我就一直祈祷，我就一直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知影我无介好，你予我一个亲像囡仔个性，我足调皮个，我嘛无心机，啊，毋过吼，我嘛做无介好势，但是我知影吼，主你上了解我，因为我是你做个。你知影我的心思意念，我真单纯，我嘛无心机。主要说你爱帮助我，吼、哦，主要说你爱救我。我知影你有能力，你是全能的医生。咱的医生啊，着爱搁一科，吼、哦，啊挂一个医生。但咱的主要说是全能的医生，伊拢知影。所以我伫迄个重症，虽然目睭闭袂紧无快，但我规头壳拢一直祈祷，心嘛真疼我。规工往神的话，吼、哦，甲我安慰。啊，也感谢我厝内的后的查囝，是无我无查囝，我的新妇啊，后生啊，我的翁婿啊，不断的一直甲我鼓励。所以我的先生每一工伫重症，一工两遍，逐工去，伊的话拢是重复，拢甲我讲，出门你爱加油。有真侪人伫为你祈祷，新娘教会嘛有一挂人伫为你敬食祈祷。啥那新娘教会有遐祈祷，是我要破病进前，我有答应咱这个中南区的陈执事，伫咱的福音地会，伫咧分享一篇我以前伫别个分享的做工的见证体会。但是新娘教会是才开始要做福音，啊，一直甲我叫，啊，我因徛讲台较无个运势，啊嘛会紧张，所以我一直提示无爱接。结果迄个负责人甲阮有熟识，一直拜托，到尾啊我就甲答应。啊，答应本来要去新娘教会，拄好要接，原来是即个拜六安尼日。所以我嘛尾也答应，才开始要做福音。啊，伫这个中这个时阵，结果我着破病啊，所以嘛无法度去把这个工作完成。所以新娘教会知影我这回遮严重，所以新娘教会逐天着甲我的先生联络，因有人伫为我敬食祈祷，求主耶稣会当怜悯甲医治。所以兄弟姊妹，逐天甚至中区、中南区、屏东区，因为最近小妹有去到屏东迄边，我也去开拓，啊，熟悉一挂兄弟姊妹，啊，
大家知影我破病出侪关心，所以南区、屏东区的姊妹，甚至大道王，感谢陈志淑娘，伊知影我严重，问我的先生讲会用叫大道王，咱斗祈祷，感谢神吼。啊，伫这中间，大道王啊，伫咧为我祈祷。有真多长老、执事、团道、负责人、兄弟姊妹，伫厝的，也是伫教会，也是来家护病房的，拢伫咧为我祈祷。伫我故事四章的下十六节下半段，伊讲二人的祈祷是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咱这个祈祷吼，真正吼。发出足大的力量，因为我这回若毋是正人的祈祷，我都无法度今仔徛伫遮，因为太侪人伫为我祈祷，我就想到我伫撞撞亲像伫地狱，我家己为人也为我祈祷，我像也伫教一寡，因为我有伫带人带一寡无道者，我像也甲无道者讲。我为你祈祷，你家己嘛爱祈祷。假使你若我为你祈祷，你家己无爱祈祷，我为你祈祷嘛无效。所以我足清楚这点。等到我拄到这个患难的时阵，我知影足侪人在为我祈祷，我家己嘛爱落泪呢。我亲像沉伫水要死啊，不过我家己爱受啊，我爱无受，我爱爬起来。所以，我袂用干那靠房，我嘛爱靠我家己，一直求主耶稣。予我吼，假使伊若要予我做工，伊就予我会当阁身体用用。所以感谢神，大家为我的祈祷得到满满的爱。我来到中南区的，我嘛想袂到我讲话来到中南区，熟悉遮济人，伫我即届患难，敢若有够济人伫为我祈祷，予我真感谢。我像阿讲，我啥物无法度着，我人情无法度，我欠人情，毋知要安怎行。因為太侪人的爱，太侪人的关心，互阮阿母得到满满的爱吼。愿主耶稣纪念大家爱心，当这中间发生奇妙稳定。伫这个八月初三的星期四暗时。有一位团道来为我按手、赶撒旦，我就想到讲病痛嘛是撒旦的攻击，我就规暗一直赶撒旦。伫我未，我嘛唔知影，我未破病进前一礼拜，有一个执事是别个派来阮河尾教会，伫咧领会。啊，这执事几啊年前。福音，阮江滨伫做，我都甲伊足熟悉足侪年啊。但是拢因为伊毋是属阮即个江滨区的，伊是外地派来，啊，所以嘛足侪年拢无见面。啊，即届哪会阁派来阮河尾领会？伫我要破病前一礼拜，伊来河尾领会。迄个执事吼，伊就讲。咱真耶稣教了，拢奉主耶稣的圣名赶撒旦。啊，小妹就听到伊讲，爱甲迄个撒旦，因即马伫研究吼，讲因即马伫领会拢研究属灵的，会当毋是不止奉耶稣的名赶撒旦，爱奉耶稣的名吼赶撒旦了，甲捆绑起来，甲弹出去外口。啊，小妹听到即句吼，啊，我感觉讲。诶，即我伫做福音嘛，足大个关系啊！因为咱要来信耶稣，恶者会阻挡嘛，啊，会互无道者无爱来，啊，互伊乱流，啊，是着阻挡，啊，着会惊毋敢来。我想讲，诶，啊，我学着即句嘛真好哦，吼，我着甲捡即句，吼，啊，拄好伫世界破病，啊，我着读较普遍遮。啊，有一个长老，即个长老是我做福音。的时阵，啊，伫甲阮遮福音人员勉励吼，伊讲恁遮福音人员若要做工，爱先赶撒旦。伊讲撒旦着退后，主耶稣的名真好用，
撒旦惊耶稣的名。我搁学着即句吼，我嘛感觉对我帮助足大。我读起个普贤者，因为即届我破病，我嘛毋知影即长老伫阮江滨小区迄所在，我过去的同工的团队，甲阮足侪年的。即届我破病，到即长老去已经教会，去买灵，要去甲讲灵修的课。结果知我破病，迄个团队嘛带去到病房甲看。我读起，我嘛毋知伊要甲我看呢。我用我读起个普贤者个。长老甲我讲这话吼，就安尼做工就比较较顺利。佮一寡团队做工，我嘛有这个感觉，拢穿来赶撒旦。因一个无道者要来教会，会做迄个恶者拢会阻挡，无爱让伊来，所以拢爱先奉耶稣的名甲赶撒旦。迄暗我的圣灵就大充满，规身躯就震动。在祈祷中，我就想到圣经哦，《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在咱软弱的时阵，有圣灵的帮助。咱本来唔知要怎样祈祷，只是亲自用讲袂出来的叹息替咱祈祷。咱差讲无多，在咱软弱无祈祷的时阵，神的圣灵替我祈祷，予我得到力量。我知影我迄暗最挣扎的。我的印象中，迄暗是一个难关啊，因为我知影我足痛苦，度袂过，所以圣灵亲自替我祈祷，稍微体会圣灵替我的祈祷，我伫就记着想着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迄个胎身躯的袂当胎灵魂，咱毋免惊，信耶稣嘛会拄到。困、白痛、困难、艰苦，但是咱毋免惊，爱祈祷。灵魂就是生命，爱靠耶稣。上解惊的，就是讲咱无爱祈祷，予恶者赢过，身躯、灵魂落伫地狱，咱才着爱惊。共即个黑暗。我圣灵大充满的时阵，8月初三，共迄暗的拜四暗，我的第二新妇也伫梦中看见，当到病房要面会最后的一分钟，我的新妇请医护人员，予伊搁入去看一摆，伊就一直讲。梦中一直看，讲要予伊搁去看我最后一摆，就伫伊进入迄个加护病房的面头前，到加护病房的头前，伊就看见三位穿白衫的天使，穿白衫的人，拄好伫小卖的门床的正边，准备要帮小卖抽水的动作，当下。我的新妇就讲，伊真感谢主。阮这新妇伊咧甲我讲，迄阵啊，伊看到这情景，伊就心内一直感谢主。知影主耶稣一定会医治小妹肺部积水的问题，心中满是感谢主。过几工，我的新妇伊到病院。看小妹，因迄阵啊轮流，我有时间太长，所以我的心惊话走早时，话走下晡时，因惊我的先生自在袂调，塞车是危险，所以拢轮流安尼一个早时，一个早下晡时。所以到病院佫看小妹的时阵，伊的病情就看我病好啊有看。到第二天搁去探访的时阵，小妹已经拔管了，管已经扭掉了。但是扭掉迄个中间，我还无法度讲话，我足烦恼，我搁未喘气，因为拔管了，我若照医生咧讲，就是讲我很严重，一般拢爱搁插刀转去，以因的医药专
全熟，爱搁插灯，无爱汽车。啊，我刚听到遮，我安尼我活着哪有啥物意义啊？我着搁拔管，搁汽车，啊，我安尼吼，生不如死啊！我不如死，较也活着啊！所以我嘛一直祈祷吼，求主啊所怜悯，假使我若有倒位过错，求主啊所你赦免，互我搁稳而未现的过错。哦，我搁较知影要安怎来认捌主耶稣哩。我第二新妇过去甲我看了后，伊就靠伫我胸前边，甲小妹讲，伊，我倒伫迄阵啊，已经出来伫即个加护病房，伫重症的，要出来即个加护病房，还袂去到一般的病房，倒伫即个。重症入起来了后，去加护病房，拔管了出来伫加护病房。啊，我的媳妇就靠伫耳孔边，甲小妹讲，伊看见小妹被医治的画面，问小妹讲：“你相信吗？”小妹当下就甲伊讲：“我相信，因为我有感觉到，因为迄天暗时，我的圣灵大充满，我全身震动。”胃头、甲脚、全身躯拢震动，因为我阁惊护士看，惊护士加骂，我一直控制，唔敢互伊。唔过无法度圣灵，只要我心内人奉耶稣的名，我全躯头尾拢总震动。啊，唔过我阁未讲话哦，啊，但是吼、哦、一直摇，啊，因为我惊护士加骂，我一直控制嘛，控制袂落来。感谢神的怜悯吼。伫七月二九甲八月初六，伫重症的病房有九天；八月初七甲十一五天伫普通病房观察。我的新妇就，我的新新妇就甲医生讲，讲阮奶奶要进入普通病房，医生讲不可思议啊，哪有可能这么紧啊？就转到普通病房。真正感谢主啊！因为我迄天有三个甲我同伫个所在插讲的，我知影的吼。大家陪讲了，我感觉足可怜的，我感觉我足好气的。我陪讲了，我恢复真紧，真正足感谢主的。就安尼，就倒来厝静养。伫静养的中间。我爱感谢我的翁婿吼，无微不至的照顾，亲像囡仔安尼。我会用讲出院了后，我会学行路，我而且搁像囡仔安尼爱开始，伊甲我牵咧行，啊搁豆豆甲我饲，因为迄阵啊会用讲拢袂行，倒十几工拢袂行路。啊，要学行吼，爱人牵，像囡仔咧，咱咧大人牵囡仔学牵，啊，学行，学食饭。诶，迄阵啊，插管，迄个病还袂解完全，包括我即卖目前，所以插管了后，我嘛还阁会烧声，像我电话，咱伫换伫咱梅山遮，我诶声带都无好，啊，结果吼，即中间。到目前还阁完全无改好，但是我的身体拢 OK， 感谢主吼。九月初九日头一届要去教会守安息日，我的先生就开车载小妹要去教会。头一届要去教会，阁是着主动。忽然小妹伫车底吼，迄、那个气怎啊喘袂起来，我足烦恼的。因为我惊过迄个气，迄喘袂起来吼，因为喘袂起来就等于无气嘛。阮翁某就伫车底吼，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一直赶撒旦，一直赶撒旦。啊，那我先生拉塞车，我车底一直两个一直祈祷，一直赶撒旦。啊，真感谢主吼，啊，就平安顺利守完安息日。到九月十二日吼。每一天的暗时，都何必伫咧灵魂会、甲报道会。灵魂会是伫咧十六甲十七日，何必灵魂会？灵魂会结束了后，因为迄阵啊，我着伤过大意，
因为欢喜成家以后，所以灵恩会我逐天都去，啊，搁有一寡无到遮要洗礼，啊，我带领有着，啊，所以拢点啊解谈做暗达转来，啊，感谢主拢 OK， 主耶稣教我同在，互我身体拢好，拢无安怎。结果灵恩会两工人足济，啊，密封的吼，啊，我措施无做了无好，我怎啊无挂口罩？我感觉我伤大意，因为我伫破病好，我免疫力无好，所以因为我小个本身有即个类风湿关节炎，所以足济人我若无讲，无人知，我敢是真听话。我类风湿关节炎有十几年，所以我当严重，我拢袂行、袂振动、袂穿衫，啊，拢靠耶稣，啊，互我伫圣工上安尼一路平安顺遂。所以我若卖讲，无人知我破病。啊，不过感谢神，主耶稣甲我看顾。一般人为药啊食足济，我毋免先食，我食足少，所以干那治疗啊，拢靠耶稣。伫这中间，措施做无好，搁去用感染着。伫这个结束了后，第二摆又搁带伊感染着 A 型的扩流感。才入院了呢，要过入院会惊，啊，搁一直发烧啊，啊发烧吼烧袂停，我着去挂急诊，啊到急诊吼，本来迄个急诊烧无效我大，啊我想讲我着烧袂停，我足惊搁迄个肺炎搁发生啊，啊我的先生嘛唔敢答应要互我转来，尾后我着赶去找我的先生，去找我的先生夫，结果嘛足感谢神的。迄、那个医生无同科，伊无爱收留。倒我的先生不伫上班，啊，倒甲因个有熟悉一个医生，作熟，介真好，怎啊甲拜托，怎啊甲签名，我才有法度搁带落去。伫九月二十二暗，我第二届带伊了后，三天小退了后，结果九月二十二暗时，讲疑似就怀疑啊。怀疑讲我吼有得到肺结核啊！哦，迄阵吼我听到这吼，我脚拢冷去啊！我讲我若搁得到肺结核，我着爱搁住病院半个月。啊，我安尼吼，搁住喺病院吼，搁因迄吼咳咳嗽的足济，你听无？我搁惊去互感染着。所以阮翁仔某吼，着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一直求耶稣，茫予我染有迄种肺结核啊！所以伊暗无拜五染着，随甲隔离，迄只足恐怖的，随呾拢来摕了了。啊，你随爱挂温酒，啊，因为温酒有足歹挂，因为足暗的，啊，佮我随隔离，家属拢袂当挂，所以不管是年少奈，拢爱挂迄个温酒，所以。我的先生嘛袂当入去内底，到做食拢爱隔离，打拢隔离哦，哦，真恐怖。随安尼甲我耍，我着翁仔某一直祈祷，一直祈祷，求主耶稣吼怜悯看顾，互我会当卖厌恶。到到九月二十三日的安息日的暗时，验出来无问题。哦，到我的孙媳妇甲我的孙去甲我看。哦，我护士五点要提药啊，我食开电脑落去讲啊，验出来无安怎？哦，迄阵哦，我的石头怎啊拔落来？我讲感谢主呢，感谢神，感谢主耶稣你的爱甲怜悯。我怎啊叫我先生夫喊去办？暗时啊，我讲吼，唔通阁住，看有通会当办医院出院哦，哪会当较顺办？结果去问大间病院讲。暗时嘛有伫办，我怎啊敢办办的吼？啊，我的孙甲孙媳妇都甲我载转来，感谢主吼，主耶稣的怜悯。到第三届破病是伫十月十三日暗时，我不多疼，十四、十五拉肚子两天，十七慢慢恢复，小妹就祈祷主耶稣。若是你要让我做工，就让我的身体好好，所以慢慢我的身体就恢复健康。
伫十月二十六日，我就去四国教会传福音，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真神。阿门。愿福气平安，归于今日大座来参加的牧道者兄弟姊妹。
所的内底，咱有平安，咱嘛当为时光的时光当中看到，咱伫耶稣内底大有喜乐。咱即摆继续要邀请咱着受害者团队来为咱签名咱的圣经的道理。我叫苏信明，伫遮来甲咱分享圣经耶稣救人的福音甲道理。咱今日虽然真忙真难得，但是大家来到会堂，过来聆听耶稣基督基督的信息。咱知影咱的人生实在是充满了真侪苦难，就是较多爱见识有病痛有不如意的代志，有忧伤吼，有肉体上的吼，心灵上。所以咱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才会当做来真正平安？拄仔咱的主民者，咱做了几多个事，迄实在是已经面临着生死的关头。但是呢，医生已经无法度，所有药啊，所有手术都已经用尽伊的全力了，但是嘛无法度安尼来。十八，但是后来靠着祈祷，志愿关心，天地精神，有一种能力，让伊会通活在平安健康，而且来做见证。所以咱人知影讲人生吼，咱需要一个真实位的保障。咱人生要哪平安快乐，不是讲咱人生拢平平。无代志，无困难。咱伫咧人生拄着代志、困难时，咱拢真需要人来咱帮助。但是圣灵要咱帮助，帮助嘛真有限。圣经甲咱讲，讲咱尽力做咱，要尽力做做咱的天父精神。伊要真做咱生命当中的上大的帮助。并且即款的帮助是十倍。咱有时阵困难去找朋友、找亲戚，第一遍伊可能真乐甲你帮助，第二遍、第三遍，有可能吼，伊的面色就开始无好。像伊这啊，我讲医疗人员看起来嘛是实在是真辛苦，爱照顾遮多侪病，所以有时阵呐。有情绪啊，用无好看的面相，用真歹听的声音，你甲伊对话，听着人心肝搁较艰苦。所以世间的帮助无一定是十全，搁再来，有时阵咱讲话讲，人情真难报啊，世态炎凉，人情难报，就这样意思。有好人，嘛有歹人。心肝好的，伊嘛无一定用笑面甲你对待。但是圣经来讲，咱这位神吼，咱得耶稣，讲用笑面来甲你帮助。哦，遐是一句话，我感觉讲，较有影啦。耶稣基督吼，要真做咱上大的帮助，并且佫用笑面甲咱帮助呢。好，咱来看这个诗篇的42篇。诗篇42篇的第5章，42篇第5章，主要圣经的888页，42篇第5章，才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内面烦躁？应当仰望，仰望神，因为伊手能帮助我。我也要搁再做落去。哦，这做事的人吼，咧敬拜神吼，啊，伊体会着神的帮助。哦，讲这个伊吼，伊的心吼，讲有时阵讲会忧闷啊，烦躁，这个叫忧闷、忧愁、烦躁啦。咱人不是单单肉体的病，心灵嘛忧伤。这圣经的话嘛，甲咱讲讲。
心中喜乐哦，面带笑容。一个人心内若欢喜吼，哦，别讲啦，别叫，阿妈别叫做，伊面带笑容，心内若喜乐啊，面带笑容。但是呢，心内若忧愁吼，讲连你的灵就会损伤，损伤，心甲灵都无共款。咱的心肝，咱的心有时就会烦恼、伤心，啊，就流目屎，啊，面相就无好看，真做袂安。但是吼，若去忧愁吼，若苦恼吼，啊，无解决吼，啊，甚至愈来愈严重。讲到尾啊，吼，连灵就会损伤。什么是灵？灵就是咱的灵魂，咱的生命。所以人呐，心内忧愁，无好解决，到尾啊，生命无。所以这个心灵，这个损伤啊，比上这个疾病搁较厉害，搁较伤重。哦，所以做世人体会讲吼，以那个心医道。讲伊的心哦，快乐，对忧愁来变成快乐。哦，可能伊的代志已解决了，嘛有可能伊的代志还无尽快解决，但是呢，因为伊知影心在甲安慰，心在甲帮助，所以就变成快乐。哦，所以伊体会的是啥物？讲心拢用笑面甲帮助，心唔呐甲咱帮助呢，佫用笑面甲咱帮助呢。笑面就是讲真欢迎咱遮遮来啦，袂甲咱低头，暗暝嘛袂甲咱放杀，嘛袂嫌麻烦。咱要找人斗相共，人讲我太歹势啦，伊遐无闲吼，你甲伊杂做吼，啊免啦，无我家己解决做啊，伊是心内感觉讲真累啦。明明都需要人的帮助，你嘛为着无爱去甲刁刁，无爱甲麻烦。但是吼，心里边，咱的心真乐意吼，将伊平安喜乐收收回来。因为伊要真心创造伊个万物啦，万物拢创造，嘛要活咱，树咱肉体嘛，树咱灵，灵魂吼应该是活化的，应该是充满着生命的。但是因为咱是活在罪恶当中，人伫世间吼，有遮个患难、病痛、困苦、忧伤，拢是因为人是伫罪的这个恶世界之下。第一代人类的犯罪，这个罪咱要怎解决？罪若无解决，有哪一世人可以艰苦、痛苦？你那讲来生吼，后世人，咱伊是讲后世人是圣经讲讲。将来你离开世间了，你会去倒？你无爸，你嘛无父，你嘛唔知人死会倒。哦，所以人真惊死。啊，其实咱耶稣来世间替人解决做，伊方定死，为了咱人类的罪，必定死死。伊是无罪死，就是为了咱。但是伊活起来无辜，哦，因为伊是活活的存在，生命在伊的手头，死亡我都来捆绑伊啊，死亡干呐当捆绑咱遮侪人，啊，但是主要说吼，咱若信伊吼，咱将来啊就无依靠别个，反得到咱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一个灵魂将来的结果。所以信仰所的优先。这是简单信任的路，嘛是正做咱真有力量的一个证据。所以咱看到咱教会做做些人嘛姊妹，有时都嘛是拄着病痛，有时都嘛拄着烦恼的代志。但是呢，这款烦恼的代志，这款病痛的代志呢，未影响到伊对神的信心。伊的灵未被损伤。伊的心有忧愁无定，但是去坚持。伊的整个的生命吼，无遗落损害，因为有了将来得到的这个平安。所
世间一个妈给他给我个托关系，给我个中医啊来个拍倒。这就是信教所的道理。信教所不是判断伊平安快乐，哦啊做好医不是安尼，是要有着毅力，毅力就爱保持着，这个上着。肉体有病，但是咱的灵魂永远活得是真健康。因咱知影人生是短暂，总有一天会过去。咱总是爱面对这个过，但是咱若有信耶稣，耶稣是上大的事，嘛是独一的真实，嘛是灵魂永远。所以，望咱的用心哦，咱就将来继续来打破。哦，时间的话，咱无讲真济，但是咱若接着细细来讲，来听着你心灵来祈祷，咱就咱去体会。我往咱来简单讲，就是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体会，就讲神用手面来帮助咱。啊，这是发生伫中华，中华有一个农村的老师，伊是国中的老师，中文老师。伊先生嘛做老师，当时国校啊。这个吴老师吼，伊自细汉吼，伊是对许多人咧拜拜啊吼，民间的庙宇啦、信仰啦、拜佛嘛。但是吼，伊好奇人都有安尼想到讲，我以前要来哪里拜？有哪个许多人讲，当时来拜信仰，全身心咧去拜啊。但是你看啊，这个是八十二年，民国八十二年，伊的先生发病，伊先生什么病？脑出血。但是伊连吼个性较强烈，较不一样，啊，所以吼什么代志吼，都无要甲人讲，啊，拢自己心内。人若有话唔讲吼，情绪唔透吼，你到尾啊吼，就是低气压吼，爆炸。啊，这个黄老师的神经啊，啊，伊学校咧上班吼，讲起来即摆做老师压力嘛真大吼，囡仔歹教，哦，啊，家长还要比佫真乖，啊，所以吼压力大吼，啊，佫唔知影要找有帮助，啊，伫这个八十二年就爆炸，规人看开始啊，精神失常啊。伊是讲失常嘛，毋是讲安怎安怎失常，就是讲迄个忧郁症，啊，甲躁郁症。这医生吼，大概简单一个诊断。忧郁症的人通常就是躁郁症。忧郁症就是讲，有个人生到咁，安尼真悲观，啊，无爱见人。本来就无啥讲话啊，即马讲厝内讲话，啊无爱记啊，啊怎将家己关伫房间？啊当然老师嘛会暂时请假，我都做老师，啊变啊做老师。有个人就拢已经发病啊，心理的病。哦，啊关掉咧，啊无爱记啊，啊真悲观，啊甚至想要自杀。诶，啊但是吼，有时阵做进来的时吼，互相的话。本来是无力无力啊，像迄牛筋搭菜啊，搞到死去啊。但是从早前来时吼，哇，那冲到掉啦，哦，坐袂掉，啊，拢伫外口讲来讲去，哦，啊，哦，种目标，种理想，人生就是爱打拼吼，爱拼起来赢吼，啊，把这个拼起来唔知，啊，三年在练过，哦，啊，开钱进三十。啊，呢，这是做到精神。好，啊，因为三年无困吼，啊，自然会咱精神正好，搁正体力吼。其实吼，到尾拢也袂去啦。啊，过来变做跋倒就受伤。哦，啊，连你有精力，你做不精哦，真辛苦。这出来面嘛，正艰苦。来做太太啦，哎，我阿奶无来做，一定就安排。我经常白面啊。哦，台北的大点惊，哦，嘿，这大病院拢去检查过，医生嘛是敢那开药啊，
暂时甲伊短短安尼，迄个根本治疗我无做，我无根本治疗。人讲真病无药医啊，啊伊迄真迄真叫伊个病。心理的病是要哪医？不是靠药，靠主耶稣。哦，啊伊就是讲好啊，啊你无，嘿，一方面吼嘛是爱做宗教的内容啊，伊自细汉就是拜拜啊。你甲朋友真正嘛是甲好啊，啊你咧吼，啊伊落来去读迄个心经啦，心吼心心动心心经啦，恁先生吼在读心经吼。我就去传嘞，即做太太，哇！一传传到到因大，我就换到他，哦，啊，一刚刚两千遍嘞，啊，够唔够？啊，即摆去找朋友讲，嗯，啊，我念念嘞吼，我先生也无较好，我得倒去念着，啊，心经无下恁先生吼，即摆读大悲咒啦，大悲咒啦，哦，我就去传大悲咒嘞，即个经文来吼。我拢都暗练起来，啊，一工吼，我那练过了，嘛无效。啊，即卖人就报告，啊，即个去找伊管道的啦，去找迄个道场啦，管道的吼，迄个点传书吼来给点，点看嘛，点看可以无？唔，我就去找啊，哪去拄着一个查某，迄个女道士，女道士吼，甲算算来讲，啊，足简单啦，恁阿爸安尼吼。迄个因阿公阿嬷吼咧讨食啦，阿公阿嬷无一个啦，但是咧靠讨食，比如咱地母伊咧讨食，啊你就是无好啊甲拜啦，啊咧讨食啦，唔好去做太太讲，嗯，啊阮先生阿公阿嬷拢过身也无唔对，但是阮先生阿嬷是基督教的了，伊活伫世间时是基督教的呢，唔好啊基督教的死了，咱就来去讨食嘛。哇，这个点传输就白讲，好安尼哦，基督教安尼我白讲，迄无感觉诶，诶，你我咧算拢算迄落，若毋是基督教来找我，我来算，啊，你基督教，你来去找恁基督教，诶，哦，你等于甲恁爸去参详，看袂安怎处理恁阿爸的病，哇，这个传老师实在是够回心丧志，刚刚我无我无来我帮助。刚刚这些事，我都有够帮助嘛。啊，我找到教，找无教，找一罐都拢无效。他讲阿妈，我都几多教。哎，你阿爷的时候，我也无想讲这个事情。哎，那这个人都报啊，讲啊，这些吼过年教啊，你阿去吼，比如吼，你安泰水点五金钉啊。哦，我就去安泰水点五金钉，我阿哥来拍金牌，就拍几块金牌。那么好啊！啊，尾仔讲关于迄个咱操作就是用了解，关于精神是上。啊，这个做老师的做太太嘛，讲我顾安嘛，顾到家己个气消。一个出来面一个气消都咧害啊！我即摆我若个气消咧，我三个囝了嘛，你是也够悲惨的。阿妹啊，我那如果讲啊，你找你。看风水来看卖啊！你到底风水无好啦？啊，即马来看两下，看来讲吼啊，这地势吼肯定唔对啦。哦，啊，那是地势头啊，翘翘的，吼，这什么刀啊、椅啊，慢慢啊翘，三翘四翘，翘到尾讲走脚爱更多，五座盆栽啦，盆栽，我们再开多点钱，多买多个盆栽，啊。是咧走大路路时阵吼，拄啊伊一个亲戚吼，是迄落工作伫加拿大，知影因阿个病情吼不少，同住吼为加拿大拍迄个长国际电长途电视来甲伊勉励啦，讲吼因阿就是爱来找耶稣啦，耶稣才是天顶个独一真神啦，伊才是专门个大医生啦，咱灵魂个靠山啦。你找耶稣无问题，阿咪就找耶稣。去真耶稣教会，唔啊，咱中华真耶稣教会就中山路，中山路嘛。安尼哦，耶稣会当教我通医哦，其他的神都我到医啊，耶稣教我到，半信半疑。
讲做话费伊啊，伊人啊讲，这个亲情真系辛苦苦，卡苦个皇帝回来啊，后来阿无传，我传传伊，传伊阿去，今天所到就看到，哦，阿当然，伊一日到会无，哎，伊讲有啥物聚会啊，是啥物活动？一寡人伊去问到会，看到恁来尔吼，讲大家拢用笑伊个形象，笑伊来。哎呦，啊，这无是无使，啊，咱是歹势，较要下伊，啊，当然是有困难，要来找伊来说，嗯，啊，这人啊，那秘书讲，靠，八达，哎呀，拢用笑面甲咱关心，我甲咱讲吼，你来放心，恁阿吼这教学也做得好，吼，啊，你做得去聚会，你做得去上课，啊，恁阿吼教学也做好，你是去上课，你甲恁阿带来教学，啊，教学拢有人轮流。哦，我喏，伊家讲得意，他会替伊指导。哦，安尼吼，我来教，我来放心去。啊，你阿是我来聚会，啊，你阿你妈来聚会来听道理，听耶稣。哦，啊，这个做老师的，我就来听道理安尼。哦，先思考教会，另外个教会，另外个讲是讲，你们感觉真歹势。我较早嘛是像你安尼，拄着人生的这困难困苦。我就是来找耶稣，我得到耶稣的医治。但阮即摆吼，要将即款的恩典来报予伊，吼、哦，所以做你歹势，吼、哦，这是你所讲的呢。耶稣会救你哦，哦，这是老师的真好心，将神之教教我。我就来听道理，我听，哎呦，啊，这道理拢在教我讲的呢。我若听一遍道理吼，我心肝就上下无拉落来呢。本来吼、哦。心肝头吼，在千金万金的石头底了。啊，即摆来听耶稣，听一届，石头落一届，听一届，石头落一届，那到尾来讲无石头，差不多是四五岁。啊，你先死就好起来，过会当教人去分传单，过会当教教的兄弟拍兵乓，哎呦，开始有笑容啊，啊嘛不再有忧郁症、躁郁症啊。哎，啊，我开始等于好好来教学，哦，所以你这里民国九十年，十八岁，哦，民国九十年，伊就是十七年，哦，所以规家口啊，过去的八冬的这忧愁、这痛苦，甚至用目屎洗面，因先生发病的时间是82年，一直到90年，多八冬。背单，各各种种背单都无得解决，后来就变压缩，就变真压缩到会死，感谢主。所以后来吼，迄个时阵，我伫中区咧服务啦，咧做服务。咱中华教会对面一间叫做阳明国中，阳明国中吼，迄阵吼，我咧做辅导员。教育是讲把你个青少年做生命教育。哦，伊都敲电话我，黄老师都敲电话我。我问到啊，阮学校咧做生命教育，这耶稣因得真大，等下来传福音，甲各中心传福音。哦，啊，直接传到甲招志书去做因校长呢。结果哦，遐个校长讲22班互伊个无，有够哦，讲上济，阮人手无够，2班就好。哦，规个学校2年级就22班要教啊，拢是因为这个黄春兰老师，伊愿意为主传统的教育进行建设完成的，感谢主啊！好，所以咱当看到讲，真正咱信耶稣啊，特别平安福气，特别保障，上要紧的是将来咱离开世间，咱的灵魂当地。这个东西我看你们的大体型而且但我一句一个上级就说我两个人在那边希望你们对就是但在这个东西记得继续记得继续
正义德，咱拜这位耶稣，毋免穿圣礼，也毋免行香，咱只要用义德出入一条诚心诚意，咱叫耶稣义德。咱义德方法真简单，因为咱是用规个，规个是咧叫这位道真心。因为伊决定咱来敬拜，伊是至高无上的道真神，所以咱甲拜伊，这嘛是理所当然。因为咱生命是对伊啦，啊，伊是咱生命的源头，是咱一定的老爸，所以咱拜伊有福音。啊，但是呢，咱爱专心就是双手合的，啊，目睭睁的，啊，咱咧祈祷想在哪里啊？哦，咱第一咱就是。哦，主要说圣名一个，耶稣是神的名，伊是咱生命的主宰，所以咱称呼伊主耶稣。哦，奉伊这个名哦来祈祷，所以咱每遍祈祷咱奉主耶稣圣名祈祷，这两遍就好。阿弥陀佛，咱家己念，欢呼念，仰望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伊要来过。伊的意思就是，咱应当好好想。哦，咱祈祷真简单嘞，咱只是用阿乐的话来祈祷，开嘴阿乐赞美伊。所以咱安尼欢呼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安尼念就好。你祈祷五分钟，你就念五分钟；十分钟就念十分钟。但是嘞，你的祈祷嘞，那是主要说将伊的念。先说我们圣灵，哎，咱去祈祷嘞，就无共款。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哎，指头在那边，那个凳子，伊在跳舞，伊在念啊，伊在赞美啊，说，哎，他念无啥清楚，歹就是圣灵在话啦。圣灵就是用指头讲的，哦，讲方言，讲语言。咱大部分嘞，今天所教会咱的信教有圣灵。所以咱等下祈祷咧，啊，这圣灵的声音会较大声些，但是真有节制，啊嘛真有啊，这个秩序，你袂惊，啊，咱就专心祈祷就好，啊，把咱祈祷有圣灵所把那个祈祷用灵的祈祷，但是咱啊，出来咱就无圣灵关，咱怕那个咱念错，怕那个咱念错，但等到咱有圣灵，咱就等有灵的。祈祷完，那就是会唱一条副歌，了后念阿门。这个阿门的意思就是，我才当祈祷，就是诚心实意，诚心所愿，用心来大家所祈祷，拢是老板实现。因为咱的心，咱的心，咱的心想好伊嘛知，咱的心想坏伊嘛知哦。咱有用心祈祷无，伊嘛知。三心两意，信心无够，意嘛在。所以咱啊，应当爱用信心、信靠心，吼来向伊祈祷。咱心内有啥物苦情，想伫心内。吼，有人病痛，有人家庭无平安，有人意外，有人感觉人生淡淡正济，吼，足侪淡淡。咱再淡淡，爱来祷告，耶稣会听咱的祈祷。哦，要听咱的祈祷，所以咱只管来到师父的宝座，用祈祷。咱要接受教会的传道，接受的祝福祈祷，会当来头前。哦，咱来头前祈祷，第一方面较专心，第二方面，咱要接受教会神的福音，一种按手祝福祈祷，咱的祈祷会当和神来相应。听伊唱法卖帮助咱祈祷，所以咱即款是要来加强祈祷哦。啊，咱要接受按手请来头前，辛苦袂听，心里忧伤，我拢要当来。